2200分敢拿出狂铁的，说明肯定是有点实力的。老规矩，打狂铁一级，找出他的位置，直接追着他打。啊，这边直接找出他的位置，追着他打，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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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接二，砍，砍，是不是？你一级能找出他的位置，追着他砍。他这个时候是准备去抢二级的，知道吧？我打完他一套伤害。他再去抢二级是没有用的，即使他刚才抢到二级，我反手一个弱化，他一套伤害也是砸不死我的。所以说这就是对程咬金，知不知道？血量越低伤害 越高，对线每一个英雄都有技巧的。狂铁上线的时候是一级哟，难受啊。他这一波狂铁很细节啊，我再来一个步甲，他这波有点细节，如果他上线的话还会被我，他上线的时候是没有能量的，还会被我白嫖一套伤害。我现在荆棘护手加护甲再加个护甲，他打不死我的。现在这个狂铁只有被我压的份，只有被我压的份。我下一波四级线过来，下一波四级线过来，我上去卖一波屁股，我上去卖一波屁股，直接开弱化，让他们我吃对面第一套技能，我吃对面第一套技能。看，再来个护甲，看，看，看。你在干嘛呀兄弟？哎呦你男呢，我操，你男呢？好，当我没说啊，这一波他没男，奶奶的男被谁给抢了。砍接二，砍砍一能踩上去，砍打一套伤害很舒服。他男被谁抢了，我搞不懂啊。狂铁现在没啥用了，已经领先他600块钱了，只有被我压着打的分。2200分，我怎么还是神标？哇，这耗才打呀，这耗才打，一套秒不掉我的兄弟，你这个什么东西，砍死你丫的！我这耗才打，要到星期一才发标呢。这个号这个月就是国服了。反甲搞出来可以，疾跑鞋我这边3分钟有人来直接走，3分钟有人来直接走，弱化交起来，砍吃他伤害，砍一技能踩过去，砍接二，完了拉稀。 Nice，瞬间牛逼，靠靠牛逼，打打铁赚，知道吧？虽然我们两个人牺牲了，但是，好，你没有能量，你跟我打什么？他就拿了一个助攻，拿了三个助攻，他是拿了三个助攻，最起码是三个助攻吧。这一套技能全部。要死了你，一套技能全部交给这个狂铁，看一下补一下中路线，让他们先清线吧。你又杀不掉我，你在干嘛，你在干嘛啊？砍死你丫的，出肉了，他就出一个小步脚，为什么我打他这么不痛啊？按照道理我打他应该很痛的。从这边不要从草里面过去，直接从这边过来。身上香很肥呀、啊，身上香很肥，没事，待会重点照顾孙上香，重点照顾孙臭臭。其实玩打野帮程咬金反蹲的时候是最好的，就是特别是我这种弱化程咬金。完了，快走，掩护你一下。放他有机会就给摸掉，这韩信是不是没有带吸血铭文？是不是没有带吸血铭文？中路有点危险，中路我不去，最少有2-3个人在那边蹲，狂铁也过去了，给他们发个信号，没死就好，没死就好，没死就好，没死我直接把下塔摸了，这波他们没死人就很赚，可以，把他直接给摸掉，慢慢的拆，等一下狂铁。
看，看，看，技能插上去看，看，看，接二，看，看，打不动他，什么鬼啊？不死鸟刷出来，不死鸟刷出来就不怕火舞刷了。我现在不死鸟没出来，我很怕这个火舞抓我的。看死你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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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死你！我靠 ！I follow you, I follow you， 差点。武大郎，你真牛！哼，差点把马可给弄了。你回家吧，雪糕不要吃了。不知好歹又在这边蹲，你露头了，你不知道吗？你露头了，你不知道？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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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！哼，活该，活该，让你走你不走，贪一点线。哎嘿，我操，神了，敢贴我程咬金的脸！哎，神了！给机会了，给机会了，很 nice。顺势上香，看我一点血，直接贴我脸。你不知道我玩程咬金的都喜欢把血量卡低一点吗？你能把惩戒掉？操，牛逼，牛逼！把我推进去吗？别被他推进去！你干嘛？张飞不来，他这波死了。我直接踩进去把它换掉。嘿，嘿，嘿嘿，当我当我傻子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当我傻子？笨，真笨。是我笨还是你笨？小呆瓜。老把玩都以为我们这个玩程咬金的很呆吗？其实心很细的，知不知道？心超细的。我现在经济直接可以贴着孙尚香打了，可以直接贴着孙尚香打了。上塔还没有摸掉，越塔可以，牛逼！换掉了就很好。上塔我直接给他摸掉，一、二。这么点血量就怕火舞蹲，其他人不怕，就怕一个火舞过来蹲我。武大郎，注意武大郎，二闪你们，干嘛？我不弄你哦，明刀搞一下，有明刀放心烧，出了明刀放心烧。再带一波线，先把线结了，知道吧？团程咬金一定要先提前把线结掉，然后再去打团，不要说等到兵线汇合的时候再去了吧，这样很慢的。干嘛？不知道的。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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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韩信来了，拆塔，拆塔。二技能挂掉，直接拆塔拆掉，实力够硬。干嘛？你看，干嘛？弱化？你敢大我就弄你。引导搞起来，红 buff 拿掉，哎，中塔拆一下，不拆了不拆，拿龙吧，拿龙拿龙。拿龙，为啥不乱杀这一把？我操，兄弟，2200分的联盟赛，说高不高，说低不低，还是那种排位吗？1800、1900的联盟赛吗？到这个分段，大家都是有点操作的，都是有一点操作的，知道吧？都是高手的。节奏很重要的，这边知道吧？
节奏很重要的。孙尚香，我看你欠揍，我看你有点欠揍啊，孙尚香。完了，完了，哎呦，玩脱节了。我上一波玩脱节了呀，好，我操，我不死你们打不赢，我一死直接一波。凯，那当心那个蓝，当心那个蓝，应该一波了吧？我不死，他们不一波。刚才那个张飞，其实这一波能打赢也有我的功劳，知道吧？我把张飞大招给骗掉了，还骗了一个治疗，直接拿下对面投降。真的，我骗了对面张飞一个大招，一个治疗。所以说这波弹钻也有我的功劳，直接拿下，简简单单。